上面走，然后买点芒果算了。我感觉早上已经跳了一波了，把最好的都挑完了。怎么卖呀、啊？这芒果？你们好已经被挑走了吗？没有，这些都是新鲜的，昨天才进回来。 你不背一下试试吗？他们是有佩戴子的啦。啊？学员啊？30块就算了呗。50好了，50。算了，我们再看看别家。买了吗？买了，你背吗？土豆是吧？ 你要一片，把尝一下。你先吃，没有添加剂。土豆都是那种昨天的。不是，烤串很像五花肉。